来，我们直播间啊，现在嘛，什么？我睡席了。来，我们直播间啊，现在嘛，然后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，昨天晚上没有直播。你们昨天有没有等我直播的？你们昨天有没有等我直播的？有那么多人等我直播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有你们昨天那么多人等我直播。昨天我是去广州了，然后我去广州找那个工厂的那边负责人谈，但是谈不好。我让他们，我跟他们说的是这段时间我公司这边销售能力有点差，让他们订单可不可以减少一点，少做一点，不然我这边压库存了，他们不干。他们说他们反正就是要按照合同来执行啊，一个月该给我们多少订单就必须要给我们多少订单。我跟他们谈了一下没谈成，所以我又回到成都来了。所以昨天的话直播间各个解说们啊，非常抱歉没有直播，因为我从这边一过去就去找他们谈，然后谈到晚上12点，最后还是没谈下来，然后就错过了咱们约好的那个直播时间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来我们直播间，2000多个哥哥姐姐们啊，先把王菲点点赞，把这个点赞点到20万，然后，我现在呢，已经又到成都了，现在我去找张总他们商量一下，因为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之前我想着我一个人能把它解决掉的话，就尽量不要打扰他们。因为他们也不希望我能够打扰他们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看起来真的我一个人解决不了了，我得去找他们商量一下，毕竟他们是股东嘛，对不对？公司遇到我现在我一个人处理不了的事情，我应该去找他们一起坐下来商量一下该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。你们觉得我这样子做对不对？毕竟他们是股东嘛，对不对？公司是他们交给我在运营啊，我能处理的好的事情的话，我当然我肯定不会去劳烦他们。但是我处理不好，现在我已经你们也看到我在处理了，是不是？你们也看到我在处理了，我已经跑了好几个地方了，所有出问题的地方。大部分我都去看过了，现在重要的不是怎么处理，重要的就是资金周转不过来了。公司里面压了那么多货，现在工厂那边不愿意停下来，一直在生产，所以我们公司得继续垫资，一直垫起才行。我一个人垫不住了，家人们。该想的办法我已经全部想好了，想完了。现在我的意思就是，我去找张总他们还有其他股东约到一起来，然后商量一下该怎么处理。所以我现在在过去张总家的路上，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不接，他们肯定是知道公司。哎呀，这些股东呢是这样子的，只要有好事，比如公司挣钱了，叫他们来飞火，他们每次都是他们先到。平时我说是下午5点约在哪里，约到公司里面来开会飞火，他们4点就到了。现在公司遇到困难了，他们电话都不接我的。然后你们刚才问我说阿美去哪里了，
阿梅的话，一会儿我过去找张总他们，我害怕就是跟他们吵吵闹闹的什么啊争执起来，阿梅看到了又吓到阿梅，害怕吓到阿梅，所以我就让他一个人在那边逛着，我一个人过来了，不带阿梅去是最好的，对对。我想着带阿梅过来一会儿，上一次我跟几个骨头吵起来他都哭了，上一次还不是骨头，上一次我只是跟那几个工作人员啊扯他都哭了，这一次的话如果再带他来的话他会很担心的，对不对？来我们直播间啊，2638个家人们啊，把王菲点点赞，把这个点赞点到500000好不好？然后哦，我跟你们说一个事情，一会儿我去找张总他们聊的时候，我要不要开着直播，你们要不要看嘛？要看的话我开着直播让你们所有人见证这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，你们不看的话那我就关着直播去，我听你们的。你们说开那我就开着啊，让你们一起见证，你们说不开那我就不开了。都要开是不是？都让我开着啊。正在抓拍图片。那你们答应我一个事情，一会儿我跟他们啊逞事情的时候，你们孤皮上不要乱打其他的字，这样子的话你们孤皮上乱打其他的字的话会我就播不了了，你们只能打那三个字，知道的打在孤皮上那三个字。不接电话呢，就是我现在马上到张总家的楼下了，我是方便，我方便开没事，我开着直播嘛，我开着直播让你们都看，然后看他们是怎么做的，你们到时候看他们做的对不对嘛。来我们直播间啊，3000多个家人们啊，把王菲先把王菲点点赞，把这个点赞点到500000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啊，这个公司之前都是好好的，就我出去山上出差了几个月，很多地方都出问题了，特别是他们这个销售的地方，销售部有好多个很多地方的销售部门的人，有些被挖走了的，有些辞职了的，还有一些把之前对接的好好的单子没有对接上了。我有时候都在怀疑我自己的能力了，直播间家人们，我是不是王菲的能力不行了。还有你们看现在这个事情，我也处理不好，我还得处理不好了，我去找张总他们谈，表面上是找张总他们去商量，实际上跟去找张总求他们有什么区别，就像是去求他们一样的。你们是不知道他们一会儿